蛋糕那种，今天我看了新闻，我还不相信的，这种肉松的蛋糕，没拿得去，我拿得去冷冻，啊，对头，给我拿去冷，嗯，我把它撕开，一撸我那会儿吧，你莫拿个，一撸到我那会儿再撕那些动作，你莫拿紧哦，就串了。了，嗯，你把那个手拿着去，嗯，我把它撕开。这个肉松蛋糕，肉松蛋糕，看着啊，几个嗯，很几个切了我些操，哦，还切了些的。那这个肉松，我们把它拿下来，这个肉松，嗯，这是所谓的肉松蛋糕，全部这些棉花巴在搁臭臭鼻子的那些声音。那这肉松的蛋糕，然后我们泡放在里面去。嗯，然后我们放在这里看一下这个肉松的蛋糕是什么蛋糕来的哈，嗯，你说他听不见了哦。经过染色来的，那你看一下，你想不来读？那看到没有？你这个是全蛋部都是棉花，根本上都不是蛋糕来的。刚才有两个也是这样的，看一下，根本上那个不是肉松来的，全部是棉花来的。还有一个，嗯，你瞧，还切了些的。那就是经过染色的肉松蛋糕。我们等一下用那个打火机点一点，一抹铜，一抹铜。可以证实一下，那你听，一烧这个呲呲香的，一会儿那，你打湿了水一点。嗯，看一下，这全部都是棉花，那棉花来的，根本上都不是什么肉松，那这什么肉松？所以说，叫广大听众不要再买啦，不要害小孩，这些东西不是什么来的。哎，看看那边的。嗯，所以说不要再给他们吃了，这不是什么所谓的肉松，这就是棉花。棉花，你看这些丝都知道，棉花丝根本就不是肉松来的，看到没有？我哭了。那些黑心的商家，真的是要拿去给他那个。严打，那就是这个肉松蛋糕，这个牌子的没有牌子的哦，可以说是什么吉利人家这个牌子的。他那头有点青了。那你看一下，那个水洗了就是这种颜色的染色的，蛋糕就是这样子的，洗出来就是棉花来的，肉松就是这样，你说还能吃吗？看一下。